刚为说高该说不得不带，给你说的过来吃个嘞。是讲8月15日呀，半夜面过来给克拉不自然带个多的现象。拉过你等个礼拜单该给你打了榜啊，单个在里过你呀。拉我来该给莫拉克过来给发的一些，拉达勒拉莫卡来长治永久五年。哎呀，如果在里该给莫斯卡瓦尔该给他们嘞，该给里莫卡里莫把。中国人带过来许多的嘛呢，世界过来打，马达呢过来拉不正个，过来路不灵那些，拉几个伊拉几个学生呢过来也不能，该给你打了灾难呢过来，打个苏里瓦丹呢过来，打给他了干。该马路上个，我叨叨过那些。拉不冷啦，该说的该这个了。我一看，阿杜里西先该去不卡拉不自然。拉里巴萨吉林奎尼西，乌努该飞呀，该马达里的。哎，该啥个这个嘞？外路过那个拉达勒格里尼，那啥子这不是把该给他列拉来？是紧紧把是该过来讲，阿杜里西先那拉干。拉该他达勒拉呢，莫卡为长治永久，乌个尼个大概讲嘞。拉达拉巴阿登个在，该说的该啥个这个嘞？如果在在嘞，拉达拉邦咩个去西多尔多曼呢？我打杜里西先该卡拉布兹呢。那我们穆拉克迁居到这边来，可以说是离开了你原乡的土地，但是他的百合花的文化的精神，我们是一直在着力在这个百合花，也就是我们卢凯族的识别，代表着圣洁、胆识、分享跟互助的精神。该穆拉克啥马卡瓦里金贵呢？那闺女话，当然该去耍的嘞。该耍屏东科技大学，那不多嘞。该去个那不自然个，他多的是相信。那把路那路过他妈的，该去这个路刚过来外里。那把路该去他帮他打的呢。该去了个个过来，给他挖滋不滋不。该去也该去俺个东阿多过来都白算。那道路该也啥呢？过来马来西亚该去嘛爬爬了该去这个路。西街过来，大吉卡干那个说，一手大学过来阿玛吉斯比啦。社区营造，环境维护，还有文化产业，能够加强跟部落的连结，然后帮助他们在，这个风灾之后呢，能够找到部落文化振兴，跟这个文化重建的发展的可能性。我们一直在思考莫拉克风灾10年之后，原乡部落。该用什么样的个方式可以吸引年轻人或者是族人，更愿意回乡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可以安心就业哈，然后可以在那个地方生活下来，所以我们选择了林下经济来搭配生态旅游。该说的哩，该这个了归呢，该古的巴里布兰该说平克大呀，来给古的西关的西邦该该台24线，归你去当了大大的呢，该给了个了个你呀。拉古尼亚该给俺东阿多达提勒伯古拉阿多白说安古尼，拉帮伊拉德干啊，该给达马里尼，该给瓦鲁尼亚，该说的哩，该这个该给卡拉布章达多里西些呢，该个把我做中古拉，萨基里里巴基托马斯少少萨克呢，阿里巴干基乌马斯该崩卡，拉西达马卢卡比比里呢，阿尼阿卢卡卡拉古拉基达卢卡里，苏里亚帕多罗。